游里的第一站来到了柬埔寨。我今天要去见的人呢是柬埔寨的诺罗敦真娜公主。哇哦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吴哥窟，我觉得不论是我看了多少的照片，它永远不及真正的站在这个古建筑前面它带给你的那种震撼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手那贴近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也是柬埔寨的新年了，有什么新年愿望吗？我希望中柬友谊长存。今天有一个礼物送给你。噔噔噔噔。